我今天上班呢遇到一个女生 Hello， 真的是一个 Hello 哎，就跟你说你是安卓的系统，不要拿 iPhone 的系统。哎，真的很难哎，哎，这怎么弄？哎，为什么你们 iPhone 下载要密码？就跟你说要了，我怎么知道 iPhone 自己设计就那样？到底是有什么障碍啊 ？QQ 馒头。我今天上班呢遇到一个女生 ，Hello， 真的是一个 Hello 哎，就跟你说你是安卓的系统，不要拿 iPhone 的系统，你会完完全全不一样，完完全全不熟悉。宫北挑呢，宫北挑的都是长包，就是啦，硬要拿 iPhone， 好啦，拿 iPhone 了。哎，真的很难呢，哎，这怎么弄？哎，为什么你们 iPhone 下载要密码？就跟你说要了，我怎么知道 iPhone 自己设计就那样，好不好？拜托，你连 A B C 都看不懂，叫我不要帮你设有英文字的密码 ，iPhone 就是要，好不好？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连一个小老鼠都能讲成那个是 Q，Hello，Q 零老嘞，到底是有什么障碍啊 ？Q，QQ 馒头。都是你的话，你公主上你少废话了，你要再多啊你，叫啊，我认识局长啊，叫。都是你的话，你公主上你少废话了，你要再多啊你，叫啊，我认识局长啊，你叫。